普通的催眠针，温度吧，3.10，用3.7号电池，然后这个产品带温度、日期、闹铃，一组闹铃，然后大屏幕显示的是时间，带智能感光，我们用的全都是全新的 ABS 材料，然后印刷都印刷得很好的，然后带智能感光，就是在晚上完全黑暗的情况下，它的屏幕也会有微亮。这是在没有光线的地方，它就是会有微亮的，不会太亮，然后又不会影响正常使用。